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次的影片。这几个礼拜呀、啊，有蛮多人希望我回来拍 Vegas 的影片，所以我就把它载回来玩一下。那今天我主要是想要来说一下，就是因为已经一年多快两年我没有回来玩这个游戏了嘛，所以今天这集我就来先讲一下我回来玩之后看到的一些比较明显的改变。首先就是广告变超多，广告真的超级超级多。然后它增加了这个皇家俱乐部嘛，你只要付费，你就可以移除掉所有的广告，而且你会有很多的奖励。我觉得如果现在想要好好的玩这款游戏的话，这个皇家俱乐部基本上你一定要买。如果你没有买的话，除了你在玩的时候会一直吃到广告你会觉得很烦之外，包含一些像是什么弹药无限啊、传送不用钱啊，或者是体力无限，我觉得体力无限真的让你玩这款游戏玩得比较舒服。然后你所有看广告的奖励你只要点一下就可以全部拿到，所以真的是现在感觉起来比较像是每个月需要付一定的钱，大概有跟以前差不多的游玩体验。那它一个月我没记错的话，只单购买一个月是170，然后买三个月是390嘛，我觉得还算还好啦，跟其他游戏的月卡比起来就差不多，甚至还便宜一点点。那再来就是战斗通行证，我之前玩的时候也还没有嘛。那我是觉得其实没有什么解高级通行证的必要啦，你可以拿到的东西老实说其实也没有说到特别好，就是斟酌吧，就是想花就花，不花的话其实也没有差到哪里去。那再来就是我有看到地图上多了蛮多物件的，像这种像传送门之类的东西啊，就是你可以通关这里的关卡，然后你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励。而且如果你有购买皇家俱乐部的话，你是可以一直玩下去的，等于说你只要花时间你就可以把这边的东西全部都解锁，其实也是不错啦，就是给你另外一个获得道具的管道。主要是这些传送门它给的优惠真的太多了，基本上只要贵重的物品能用时间干出来我都觉得是很好啊，我干很健康啊，我可以一直干下去没有问题的。再来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啊，就是已经经过快两年的时间，不过他们的赛事关于任务的部分基本上完全没有新增任何新的任务。虽然说以前到现在有新增的任务应该也只有两个啦，一个就是赛车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外星人，再来应该就只剩下僵尸之类的吧。那如果我看我之前的影片应该知道说他们现在也在开发新一代的孤胆车神嘛，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再来就是现在有一个租用系统，就是你有一个这个租用的币，那你一样是可以看广告来获得，那你只要有足够的这个租用币的话就可以去租用所有的物品，获得租用币的方法如果只有看影片的话其实还蛮难获得的啦，所以认命吧，就是170就花下去吧。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自己的看法是觉得说，因为如果大家知道 Gunloft 这间公司的话，其实他们其实不太常会把一个游戏经营的特别久，但是这个游戏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有八九年了，他们还有在慢慢做更新，我是觉得还不错，我应该这段时间还要继续玩下去。那可以拿来做拍影片的素材的东西我目前来说有一些想法啦，但是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架构，之后要不要再拍其他影片再看看吧。距离上一部 Vegas 的影片已经是2020年5月的事情了，所以这段时间真的是蛮长的，不管是这个游戏还是我自己本身都是有发生蛮多事情的。我自己的事情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好了，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吧，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个喜欢订阅的频道，下部影片再见，拜拜。